吴业坤攞完新人金奖之后，真系做到冇停手。呢一日又同吴若希一齐出席圣诞活动，佢仲即场模拟 Jenny 做心仪嘅对象唱情歌表白。唔知道系咪因为 Jenny 话自己嘅角色叫做欣欣，咁啱吴业坤嘅绯闻女友系龚嘉欣，吴业坤唱歌嗰阵都特别啦嘛。Jenny 就话呢一个 idea 系临时谂，等对方可以投入啲，鬼叫平时佢哋好似兄弟咁咩？唔系、你成日都赞坤哥好，真系可以谂谂佢。佢其实是一个好好好好的男仔嚟嘅，我哋依家好好咯，好好朋友咯，系啦。但头先佢对你唱情歌冇冧，有冧有冧，梗系有冧啦。佢个样好冧嘅，佢都代入咗。系啦，佢个样好冧嘅。咁我都觉得系，即系如果我会有一个坤哥咁嘅人追求我咧，我都系会觉得开心嘅。因为即系又有才华啦，又努力啦，佢真系追我，我都会好，我会好冧咯，会。但可惜啦，我哋唔系啦。真系追你吓？呢个唔系私信嘅嘢，就应该回应唔到啦，咁样咯。轮到我啊，我排队排到去深圳湾都未必轮到我。网巨星的朋友你们好啊， Merry Christmas， 我是张秀文 Sammy。 我今年的圣诞呢，我决定玩一些新意思了，就不出去吃圣诞大餐，我希望可以自己煮到一个圣诞大餐。因为我平时自己呢通常都是煮中餐的，所以西餐对我来说都挺大挑战，尤其是那只巨型火鸡，我希望今次呢可以焗得成啦。那么到时就分给家人吃啊，希望大家可以过一个愉快的圣诞节，你们都是啊，可以过一个开开心心的圣诞节。